接下来编织下针。最后一针挑下不织，织针由上往下挑下去，再挑一针过来，把这两针并为一针，翻转织物，反面第一针挑下不织，全部编织上针。最后一针线绕着下方织下针，翻转织物，正面编针第一针织过来，最后一针挑下不织。我们挑最后一针的时候，不要针尖对着针尖挑，要由上往下挑，挑一针过来，挑一针过来之后，把这两针并为一针，翻转织物，反面第一针反挑，第一针挑下来不织，全部编织上针。最后一针线绕在下方织下针，我们织反面的时候全部编织上针，反面的第一针挑下来不织，最后一针织下针，反过来，第一针编针织过来，最后一针挑下不织，往前挑一针，再把两针并为一针，翻转织物，反面第一针挑下不织，最后一针线绕在下方织下针，翻转织物，正面第一针织过来，最后一针正挑下来不织，往前挑一针，我们挑针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挑下方的这个小豆豆，两针并为一针，翻转织物，反面第一针挑下不织，最后一针织下针，第一针织过来，好，最后一针挑下不织，再往前挑一针，再把两针并为一针，翻转织物，反面第一针总是挑下不织，
最后一针至下针。翻转织物，第一针织下针过来，最后一针挑下不织，再往前挑一针，好，两针并为一针，翻转织物。反面第一针挑下不织，最后一针织下针，最后一针挑下不织。好，到这个位置我们肩部的落差完成，再往前挑一针，把两针并为一针，好，这里我们肩部的落差编织完成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好，翻转织物，第一针挑下不织，最后一针织下针，好，翻转织物，好，这里我们肩部落差的部分编织完成，好，下面我们就开始往前挖领窝的部分。